看看新闻网。那我们也看到，就是在供应商和那个股市这块的反应啊，就是海尔这边公司，海尔公司他就说，因为京东价格打的实在是太低了，所以他们决定从八月开始啊暂停与京东的合作，这是供应商这块的一个反应。然后股市反应呢，也是因为京东还没有上市，所以没有办法看它的一个股市表现。但是苏宁电器和国美电器啊，今天开盘都是大跌，而且国美到现在已经跌幅达到9%左右，已经快接近跌停了。那在分析人士看来，就是这场那个战争啊，电商之间价格战，其实是京东和苏宁对各自的高流量冲击力、物流承受力和制造商的一些供应链资本关系的全面测试。那他们呢，也只能在目前状况下通过打价格战来吸引消费者。但是分析人士也认为，在3到5年内形成一家独大，让京东想要统一江湖，基本上是不可能。